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小宋的 TMI 是神奇的手感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神奇的手感呢？看小宋今天的表现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挑战的小游戏叫手指分音。好的。规则说明：根据音乐情境，挑战为五首不同歌曲设计手部动作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。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星级。为什么要听漫画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要 C D G， 要 M V P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。画画老师飘过。我穿过金黄的麦田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庐山风吹过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小宋老师挑战精彩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来测测小宋老师的手感力水平挑战。现在在你面前有五瓶容量不等的水瓶，你需要在三分钟内把它们都立起来，在限时内完成任务就算挑战成功，反之挑战失败。感觉这个最好立，先立这个。这个怎么这么轻啊？它是不是有可能弹到地下，然后弹起来？这更难，哦，腾哥，摸了吧，还有一个，我腰疼。真的立不起来。恭喜小宋挑战成功。恭喜小宋成功解锁 TMI 神奇的手感。我手感太强了，对吗？